看一下你自己多美，手放下来。就算你要裹一个沉重灰暗的表面，也要留一片满园春色来取悦你自己啊。再说万一你突然遇到了喜欢的人，你可以瞬间从灰太狼变成小妖精。富于层次的女人才耐人寻味呀。哎，我要工作。哎，不是吧乔总，生日你都不放过自己啊？已经过十二点了，不是我生日，这是另外一个工作日。也就是说你并没有时间宠幸我了呗。朕还有奏折要批，退下吧。臣妾告退。生日快乐。如果可以的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不奢求我们可以和好如初，但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请大哥咖啡啊。来，客气。这是温森特意给大家买的。谢谢。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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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哎呦，我说啊，我们温森总可千万得晚点结婚，不然到时候集万千宠爱于一人，就不会对我们那么体贴了。就有道理，有道理。谢谢啊，丁总，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我们部门下个月有一个大客户临时要用一下多媒体厅。多媒体厅？对，多媒体厅这个月底就要为酷艺的发布会做改造了，我上个礼拜通知过了。哦，是，我知道，所以要跟您商量一下，看看改造的时间能不能推迟。这个客户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而且我们正在跟对方谈下个年度的框架合作。酷艺对公司也很重要，我如果这个月底不开始改造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完成他们之前设计好的活动方案。这次情况比较特殊 ，Q4 嘛，酒店场地不好定，谁都知道。但是客户呢，寻求我们帮助，我倒是觉得这一次啊，是一个维护好客户关系的机会。所有市场活动的档期都是要提前协调好的，我总不能因为你们的一个临时的要求，就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吧。哎呦，丁总监，大家都是为了公司好嘛。再说了，我觉得你这个整改方案确实应该简化一下，一个发布会几个小时的事情搞得那么复杂。你看啊，这 Vincent 总都已经那么拜托你了，你就通融一下嘛。哎，这样他结束之后你再开始，两全其美，这不都好吗？一大早这么热闹啊，有什么好消息就跟我分享啊。
佩尔总好。佩尔总，您的咖啡。Thank you。那个，我刚刚正在跟丁总商量活动场地的事情。嗯，就是我昨天晚上给您发邮件的那个申请。销售部是我们的发动机啊，发动机要是出了问题，那么整个公司的运转肯定都会受到影响。慧强，你跟温斯顿能不能商量一下，看可不可以？泰瑞总，我个人觉得，如果一个公司想要好好的、长远的发展下去，那么尊重他们所制定好的规则是很重要的。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是个例外的话，那请问一下，身为一个领导者，要如何服众管理呢？大家喝咖啡，来。说吧。抱歉，泰瑞。我刚才没有要针对您的意思，只是我初来乍到，需要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大家了解我的做事原则。虽然那三品说了很多次，说丁慧乔怎么强势，今天亲眼所见还是有些意外呀。那么销售部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啊？您放心，我会妥善安排。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事方式，我能理解。跟 Coy 的合作，温森特一直没有搞定，你一来就卯足了劲儿给他一个下马威，明显你是听到了我要调职的风声，所以是冲着这个位置来的吧？没关系，我欣赏有抱负的人。听温斯顿的同事说，你对 Whisky 颇有研究，略知一二。那就好。这两天我在约一个重要客户，他也喜欢威士忌，如果约好的话，可以一块儿去喝两杯，交流交流，怎么样？可是我现在很少喝酒了。那没关系，喝酒是小事，只是对你来说，拿下这个客户，也许是你弯道超车的好机会。照片性感吗？没觉得。美人儿，你知道吗？男人眼里的性感通常得有关皮囊声色，而女人眼里的性感就更苛刻了，在此之上还要加上专注和深情。果然，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若两者可以合二为一，我的妈！反正我呢，要是要找一个人共度此生，我要找一个帅气的大厨，那双温柔的手，白天晚上为我鱼肉。黛西，没有情趣是女人被甩很重要的原因。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实在是不好意思，路上堵车，耽误了15分钟。这样。我把我们的课室往后延15分钟，好吧？行，开始吧。在吗？
我男朋友失踪了，我到处都找不到他，我该怎么办啊？还没有找到刘珂呀？简直是胡闹！不就分个手吗？至于搞成这样吗？连工作都不要了？儿媳，又是。那个，咱们后天就得给出资方最终提案了。刘珂不在，客户要是问起来，咱们怎么说呀？就说他辞职了呗。项目已经推进到这个份上了，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的变动影响了整个合作。先散会吧，下班之前优化一下项目的提案。德旭，有时候我真不知道该说你是乐观了还是缺心眼儿。人家出资方本来就看着刘珂老丈人的面子才愿意跟咱们推进项目合作的，现在你告诉人家刘珂辞职了，人家不得问为什么呀？万一人家要是怀疑咱们公司用人和体制上有问题，那不得影响人家对咱们的投资信心吗？啊？那要真是这样，就说明咱们的项目不够好，或者是出资人的意向还不够明确。文旭，你现在就给我出去上市场扫一个，就算泰山崩于前都愿意投资我们的金主线。市场那么大，项目那么多，人家为什么死乞白赖的要投资咱们呢？啊，做生意嘛，哪有100%不掺杂人情在里边？你懂吗？那要真是这样，咱们就死路一条了呗。那倒也未必，只要戴西西愿意出马，那就万事大吉了。戴西西，他不是已经辞职了吗？而且他是做行政的，什么都不懂啊。他需要懂什么？他需要懂什么？他就是一个打开对方大门的钥匙，一个吉祥物。他只要处在出资人面前就行。剩下的就靠近你张能把活人气死的嘴，就给我搞定。兔子，你把戴西西给我请回来。我不去。哎呀，项目都火烧眉毛了，你还跟我这闹脾气？我没跟你闹脾气，是您在跟我闹脾气。那我去跟他说，他也不一定能答应啊。不是，你都没去呢，你怎么知道？戴西西，我跟他关系不好，又不是什么亲密战友。而且他一直看我就不顺眼，我，那你就想办法让他看你顺眼一点。反正我不管你怎么操作，总之以前就你跟刘珂他们俩走得比较近，他喜欢你也好，讨厌你也罢，那都是亲密关系的一种表现，不是吗？哎呀，你别在公司待了，今天之内把戴西西给我请回来。我跟你说，其他投资人要问起责来，咱们公司可吃不了兜着走。年终奖不要了。胡总，哎，我都管你叫段总了。胡总，段总，去。哎，大中午的，你怎么回来了？给你们买午餐啊。那么好，西西没事吧？你看，我就知道吧，这么关心他。没事儿，我上午还让他去给他房间送了点吃的。他最近不是睡眠不好吗？所以后来我们就没再去打扰他。这么不分日夜的也不是办法。
快去叫他出来吃饭吧。听见没啊，温小阳？叫重点保护队长起来吃饭。哦。什么合适？吃饭了，西西姐。人没了，这怎么说话的？什么叫人没了？你们不是说在家里一直看着吗？嗯，不是我，我想反正小杨在家嘛，所以我上午出去俩小时，我办点事儿。我以为我姐在外面，我就睡了俩小时回笼觉。你们俩可真行，赶紧找人吧。哎呀，你不用那么着急，你担心什么呢？像戴西西这样一天到晚想结婚、咋咋呼呼小姑娘，生命力旺盛着呢，你怕什么？怕她自杀？至于吗？你这孩子，我跟你说，我让你办点事儿，你都从来没有靠谱过。哎，戴西西啊，我现在我那个就在你家门口呢，你什么时候方便咱见一面？你是谁？我是段旭啊，你不是有我电话吗？哦，不好意思，我是戴西西的朋友，他忘带手机了。哦，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请问你是？我是他原来公司的同事。我们也在找他。你们也在找他？不是他出什么事儿了？不瞒你说，他这两天的精神状况不太稳定。今天下午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就偷跑出去，手机也没拿。总之，我们很担心他，也在找他。您呢，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就麻烦通知我们一声吧。哎，我刚才我就在他家门口呢，我摁了半天门铃也没人应，我估计是没人。我们正在去的路上，为了以防万一，你先进去看看吧。我进去看看。门锁的密码是942166。那我现在进去了啊。多少？942166。哎，门开了啊，我进去了啊。戴一些，戴一些。戴一些晕倒了。啊？戴一些，戴一些，戴一些，快吐出来，快，快，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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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你快吐出来！你学生吃完没药自杀是不是？谁吃没药了？你才自杀呢！你没事吧，大哥？我都好多天没睡觉了，我好不容易睡着就被你叫醒了，被你拍死了。让开！那我给你倒杯水去。你是上天派来整死我的吧？你们怎么来了？你不是晕倒了吗？哎呀！没有，我就回来拿褪黑素，为了让药效快点，我就做了会儿冥想，我睡着了。我可真操不了这心。你们不会以为我自杀了吧？你没事吧，乔乔？我戴西西再怎么没出息，都不至于拿生命开玩笑吧？那个。不好意思啊，是我搞错了。你哪位啊？
我是戴西西的同事，来找他说点事儿。说事儿就说事儿，那么使劲拍我，内脏都碎。是刘科有消息了吗？那倒是没有。能不能借一步说话？要说就说，谁要跟你借一步？你看啊，这个呢是礼物，胡总呢想请你出面帮我们谈项目。我？啊，就是你之前帮那个刘科牵线找投资人的项目，刘科不是辞职了吗？我们吧怕对这个项目的提案不利。不利就不利呗，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多大了？32。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出面坐着就行了，其他都交给我们。我都离职了，公司还想利用我？你有女朋友吗？没有，这不是利用。你看，公司养了你这么多年，现在希望你帮公司出点力，这不过分吧？什么叫公司养了我这么多年？我每天准点上下班，我什么活都没少干。刘科捅的娄子，凭什么让我收拾啊？我都这样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只不过是大家都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的干，都想赢，对吧？我不想让他们失望。不是你，算了，是我唐突了。我觉得我现在这样也挺丢人的，打扰你们了。你站住！我愿意帮你们出面。啊？你帮我找到刘科，就算我们真的分手了，也不能躲我一辈子吧？我就想见他最后一次，把所有想说的都说清楚，我就甘心了。那我试试吧。你在干嘛？哎，你有病啊你！好，就这样，不要动。你不就想跟他见面吗？报警吧，你就说他要非礼你，还砸了你的家。等警察找到他，你们就能见面了。你没事吧？他是我男朋友。雪儿，你就别添乱了。刘科已经够怕西西了，你这样就算找到了又如何？只会闹得更僵。僵还能僵到哪儿去啊？你现在的目的不就是要找到人解恨吗？哎，不然这样吧，刚才那小哥哥也不错，拿下吧。无论你今天是不是真的想自杀，他都算你的救命恩人。对救命恩人应该怎么样？以身相许啊，刘哥的朋友吧，多好的绿色人选啊！你要是真跟他在一块儿了，刘哥得高看你一眼。温小阳，你干嘛呢？那个意外啊，我就是吧，走到这儿的时候罗盘突然失灵了，你猜我发现了什么？你这面墙里面肯定有什么东西在影响着房子的磁场。西西姐，怪不得你会和刘科分手，这房子的格局和风水对婚姻不利。你怪，我跟你说。你干脆啊搬出去住，我替你守在这儿。如果刘科来了呢，我直接把他摁在这儿，然后板上通知你，怎么样？温小阳，你怎么比我还不靠谱啊？跟你学的呀，你就不靠谱。胡说八道，我揍你啊！你揍得了我？你过来试试啊！你们两个都别说了，不要吵了。德西西，房东电话给我。你干嘛呀？解约，搬家。还有吗？
么多年才填满的东西，这么快就清空了。要不是你拦着，清得更快。鲜花是湿垃圾，失恋的情绪是有害垃圾，而刘珂属于其他垃圾，连被分类都不配。少在这笑话我，谁没当过笑话？我本人就是一本笑话大全。走吧，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跑了更好。谢谢老大。怎么还有事儿？老大，你说丁慧强那天在例会上是不是太嚣张了？怼我也就算了，连你跟 Terry 都怼，反正我是看不惯。过程并不重要，最终的结果，他不照样把排气给让出来了吗？老大，你是不是对丁慧强太心慈手软了？反正他最近跟 Terry 总是鬼鬼祟祟的，听说俩人还要去度假村见客户，明摆着看着 Terry 的位置要跟你抢啊。怎么，你是觉得我要输？那怎么可能呢？他现在自己的位置都没坐稳呢，还想往上爬，太自不量力了。不过要是 Terry 吃了他那套，可就麻烦了。你呀，做好自己的事情，别老盯着别人，赶紧去忙去吧。你呀，就是太高冷。哎，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度假村？都没体厅的事儿，谢谢你啊。现在不必了，但如果以后还有什么需要商量的话，你最好不要专门选在开大会的时候逼我让步。如果我不想让的话，逼我也是没用的。我完全没这意思。没有就好。哦，对了，听说你和 Terry 要去度假村。消息够灵通的。刚巧那天我也在度假村附近，如果你需要帮助，可以给我打电话。我需要什么帮助啊？需要你来跟我分享胜利的果实吗？总之，少喝点儿，保护好自己。美人，你太辛苦了，我刚榨了一杯豆浆，谢了。不行，怎么啦？有主了？那倒没有，可我们餐饮部的小姑娘们都已经调查清楚了，个个跃跃欲试。那不就完了吗？也不差我这一个呀。那能一样吗？哎，你说这万一你跟人家分手了，我怎么跟人家当同事啊？反正，别想从我这下手，要胜靠自己。你看，我就知道你误会了吧？我上次在你的酒店分手的时候是他出手相救的，我只是想送他一点礼物，表达我的感恩之情。他家地址给我一个。我是温如雪，你不会是想要把自己装在一个箱子里面，然后打一个大大的蝴蝶结，把自己当做礼物送过去吧？怎么可能，这样的事情我只会为你一个人做。你看，还不相信？我在京东上面订了最好的松茸，好的食材不是厨师的心头好吗？那你可以送到酒店去啊。娘，反正这种公然泄露员工信息的事情我做不来。谁让你公然了？
你在自己家里，电脑忘关了，手机没有锁的情况，不常常会有吗？我还以为啊，咱们俩的友谊就这么结束了呢。真是不好意思啊，之前一直没联系你，真没怕麻烦到你。我知道西西一定会尽她所能去找我，你呢又是一个经不住死缠烂打的。哎，对了，他已经从你们之前住那房子里搬出去了，你房子找的怎么样？刚签完合同，现在找个房子可真难。其实也不难，只要有钱啥都不难。哎，我就纳闷了，不就是分个手吗？你干嘛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啊？好像这人生还要重新开始一样。我也想潇洒一点，但是我太了解戴家的做事风格了。如果我继续待在公司，可能会被逼得更惨。所以啊，我必须要逃离原来的生活，要不然有可能某一天我还是会选择退让，然后这一辈子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了。哎，对了，咱们的项目现在做差不多了，这个时候你退出，你不后悔吗？我之所以把事情做得这么坚决，就是不想给自己留后路。我现在找工作都不敢在之前的资源里找了，哎，反正也正常，哪有革命没有代价？我还是觉得呀，不就是分个手吗？对吧？你跟戴西把话说清楚，没有什么聊不开的。你说戴西这不离不弃的，拖泥带水，以后更麻烦。那天该说的话都说完了，都是大实话。你帮我转告西西，让他找一个更喜欢他的人，他值得拥有更好的感情。哎，请问哪位是刘克先生？我是。一位女士留了东西给您。你带她一起来的？怎么可能呢？在失去爱情的时候，看到的都是自己最软弱的样子。可当我们跨越了之后，再回头看看这段日子，会发现，这才是我们最坚强的时光。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们俩的事儿，以后别再找我了。对不起，段雪。本来我只是想好好跟他说一声再见。但是现在好像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对不起啊，这段时间打扰你了，麻烦了。你放心，我以后不会了。嗯。
请问你是温如雪女士吗？我是，您哪位？您有一件京东生鲜放在我们家门口了，应该是房间号搞错了，要不要我给你放到物业去？不好意思，你是哪个房间啊？我在三单元6A。我是8A。哦，那估计是快递员搞错了。您看这样好不好？如果您方便的话，您先帮我收着，我一会儿回家自己去取。那也行。好，那就麻烦您了，一会儿见。不好意思，我要这个。好的，稍等。你好。真巧啊。嗯？什么？我们之前见过，对吧？哦，对呀，是你呀，真是太巧了。上次不好意思啊，让你见笑了，还好有你救我。客气。有点沉，我帮你送下去吧。哦，不用不用。我想先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啊，松茸，肯定是我朋友寄给我的生日礼物。这么多，我哪吃得了啊？哎，这样吧，送你一些吧。反正我也不会做，这么好的东西别浪费了。你生日？哦，对，就算一个人，也要好好过生日，对吧？进来吧，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做给你吃。方便吗？来来来，给您买上。哎，谢谢林总。好好喝啊，今天。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泰瑞，啊，不敢当。晚上，慧乔啊，林总是刚刚升任的大中华区的总裁，你也知道，林口在国内从来没有办过这么大型的商业活动，所以这件事儿你一定要给他办漂亮了 ，OK？ 感谢林总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机会。这个是我参考贵公司以往做的活动。在符合中国市场的现实因素基础上做的项目方案，希望请您过目一下。慧乔，饭桌上先不要谈具体的工作。看来丁小姐啊，是一个急脾气啊！啊！哎呀，提前做了这么充分的准备，不着急啊。合作的事儿，咱们慢慢谈。哎，请坐。今天啊，咱们主要是以酒会友，啊，这个呢。是我去苏格兰的时候，当地合作方送的，大家都尝尝啊！来，来，丁小姐，不好意思，我戒酒了。泰瑞总，不是说丁小姐对威士忌特别有研究吗？怎么到我这儿就戒了呢？哎，哪里呀？慧乔好歹是个女孩子呀，当着一桌子大老爷们儿，怎么着也得矜持一下嘛，是不是？再说了，明知道。林总今天是兴致勃勃地邀请大家来喝好酒的，还驳你的面子，那不是故意的了吗？也不要给丁小姐太大的压力，实在要是不能喝呢，也不勉强，啊，只是我怕这场面有点太难看了吧，啊。不好意思，刚才是我失礼了。林总，我敬你。干了，啊！好酒量啊！来来来，大家坐啊！哎呀。看来丁小姐刚才啊，的确是跟我们真客气。这据说酒量好的女同学啊，那可都是有故事的啊。你且讲你的故事，我这酒管够啊。没关系，不用了，给你倒上。好好好，好的。
这杯我敬你。场景，我特别想庸俗地说一句，做你的女朋友一定很幸福。当爱从床子落到了锅碗瓢盆，才是真正的陪伴，而不是露水情缘。不见得，不要被男人的外表所迷惑，外表越是华丽的蘑菇，毒性越大。想要探求鲜味的妙处，自然是要有试错的勇气。还好我这个人自愈能力和抵抗力都很强，所以呢有底气迎难而上。坐吧，喉咙疼真热闹。谢谢。好的食材总是让人没有办法拒绝。那所以你是因为这个才放我进来的？不全是，因为你的用心良苦。交给时间。